我是把它排在中间第三一名。怎么说？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？他时常都是自己拿绳子绑自己的脚，已经设定好这个对象了，你就先把自己脚绑起来，说哦，我就是你的人，我不能再去跟别人怎么样了，我不能再去跟别人吃饭了。那其实人家根本都还八字没有一撇哦，啊，自作多情啊，自作多情。我等了那个人三年，就是一直都把自己绑住，然后都没有跟任何男生约会，所以你都是你都作茧自缚啊。对，我就浪费了我三年的青春，都是执着错的人，然后一厢情愿。对对啦，不要这样子。詹老师，我从紫微斗数角度来直接给你断，好不好哈？让你觉得心服口服。好，真的有名啊！怎样？两个第一名的就已经笃定最后了啦。他本身的个性哦，因为我们喜欢温柔的女孩子，她是一个来快去快，脾气比较有点火爆的个性。看不出来哎，是吗？看不太出来。然后他本身熟的话，他本身很感性，然后杞人忧天，带一点点多疑。那重点是你的真爱是在远方，所以你停留在台湾跟北部，那个远方的爱就弱了。要多远啊？北极那种。他嫁得越远哈，他嫁得越远会嫁得越好。年纪越大，学历越高啊，他只能嫁给橄榄树。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好远哦，太远了。为什么流浪呢？他本身应该要先有性才有爱，才会更加的成功。重点是他是我的菜，做不到。重点是拉拉松什么？重点是跟着他真的很重性啊！因为我知道他认识好多年，他以前如果就是有带男朋友回来，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来我家，不然我会吵到你。那明明就两间房间，然后就叫我不要去。乱讲，真的。那重点是多穿蓝紫黑颜色的衣服，蓝紫黑。然后因为你容易嫁到国外去，所以找。应该层次越高的国家，听到了，是嫁到美国的黑人，真的，男子其实是黑男子，黑男子也可以，远方，如果将来想要嫁给黑人，一定要他是个黑男子 ，OK， 就是这样，所以记得了，他自己是试过蛮多这个求桃花的秘方啦，他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效，放尿瓶，然后房间放尿瓶，这个是自己的吗？对。就是，其实就是随便准备一个像这样的保特瓶，然后放自己的。你这样怎么对？半夜起来喝醋，怎么对呀？你该不会是尿到一个盆子，再把这保特瓶压扁之后放进去吸吧？对啊，差不多。放在手上啊，放手上还是家里那个漏斗？那个装，那个教你的老师，而且你那个要拿到医院去检验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漏斗，哎，那是一个算命师说的。我好像放一个星期而已哦，同时有五个男生追我。这我宁可相信了，好不好？那第五点我比较特别，桃花树枝绑红丝带，应该是老橡树上绑黄丝带吧？怎么样？在唱歌我听过。I'm coming home and on my time. Now I get to know what is mine. 这歌词比较难。证明一下我会唱。对，你很厉害。现在都记不住了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哎呀，一定要哈有歌词。哎，现在有歌词也没有办法唱哦，一定要上面有一颗球才能跳。来，雨桐呢，她就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小女孩，而且呢，她幻想的都是那种很不实在的，而且你看她的眼睛是圆的，只要陷入在这个感情里面，一陷进去就马上陷入深渊，就爬不起来了，很容易陷入，而且他对感情，他对爱情呢是那种掏心掏肺啊，就什么都给你都没有关系，然后为了他呢，可能去借钱干什么都可以哦，所以说为什么我会把你排在最后一名，就是因为要提醒你，你要很小心，真的要小心，不要人财两失。有教过一任，他是他妈妈生病，然后因为需要一笔医药费，可是他真的是需要一笔医药费，扯了啦！给多少？你那个，你
你刚才说他妈妈生病，可是需要游戏点数。你那些话术哦，这个男朋友教过我，都讲过。他就说，他说我妈妈需要医药费，需要一笔钱。对。还有的是说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好想跟你有个家，然后人家就买房子给他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嘞，因为医药费完了之后是先开刀，开刀完之后还要恢复嘛，恢复要买一些营养品。营养品。然后就又，然后又加上那个人的妈妈本来身体就不好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你们是交往同意的。不是因为什么？你那个真的是旁边的人听到都觉得是有点太天真嘛，雨桐就是很天真，给了二十几。那还是个摇屁股赚的钱。那半年对，然后可是后来还是分手了。